现在是早青鸟，有这边一只，这一只这么远不能确定，无法确定，看一下巢穴里面，哎，有一只在动，那只毛好像是幼鸟哦，嗯，漂亮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都有活力啊，那些白毛都整的都整的都拍出来了，出来雏鸟探头了啦！对对对对，哇，可以。你就可以看到雏鸟的头了，啊，走出来了，走出来了啦，等你等好久了，等了快半个钟头了吧。轮到你表演了，可以啊。嘿嘿嘿嘿，又来又来了，对了对，我记得上礼拜我来看，还没有，还有点白呢，差几天而已，差好多。哇，这样跑进去，好像里面真正足快。两只啊，另外一只也开始在动了。哦，另外一只跳出来了。这应该是两个头了，还是一个头？太难了，两个头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两个头了，又走进去。叫你们小弟出来，三只一起出来晒太阳了。青鸟在这，这只应该是母的吧？老地方，好，大便，啊，来拍雏鸟，飞了，进去。老实讲，我没有看到它拿东西，但是至少进去了。他刚才的速度应该是没办法去拿，刚才的那个，哎呀呀呀，哎，走进去啊！以刚才的时间来看，他没有办法去仓库拿食物再飞进来，而且
但他在走进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带东西的，所以里面还会有食物吗？应该是还会有。问题是现在很尴尬的是看不到位置。有在动，在动。哦，拍翅膀。前面还是奇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